50，你50玩的可能是那个没有 NPC 的，应该是那种机关的，可能里面的话就是简单的机关解谜啥的。但是咱们这个里面的话，NPC 是有很多个的，那么给你的体验是不一样的，而且里面有很多种结局，你想要的任何口味可以随你的口味而改变，懂吗？你们那个玩的属于是可能是鬼屋，50块钱进去体验一下，机关，地方也不大，对吧？40-50平米。一个人，对吧？弄个机关，他会动一下，还把你吓一下，那不一样的。这个是属于是带点演戏以及吓人的那种演绎类的，我们场景也大，懂场吗？景也很大。噔噔噔噔噔噔滴。我玩的是什么口味？我玩的是微恐。有些人喜欢玩口味重一点的，就给你来个口味重一点的，好吗？看你。比如说，哎，你下次带个小姐姐来玩啊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偷偷跟那个工作人员说，哎，今天我带了个，偷偷加点口，加重一点，绝对没有毛病啊，绝对没有毛病。地址的话，高德地图搜索建设医院对面小区进来就可以了啊。建设医院，我现在过来，你还来得及吗？可以，来得及。尼克老师，你随时可以来。Hello，Hello，水友来了吗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是，我们是水友，你们今天要玩吗？今天有小姐姐吗？小姐姐有前啊，台有小姐姐。今天是几点？尼克老师叫过来陪他们玩。尼克老师，你来不来？尼克老师，我叫个房管跟你们一起玩。真的吗？今天晚上能约几点？6点吗？感谢尼克六点老师送的要大十飞机。点，可能要到6点半左右，6点半7点半。感谢尼克老师啊，谢谢你的大飞机。那如果晚一点的话，可以晚点放，那也可以推嘛。就但是这两个玩家，你问一下两个玩家愿不愿意再等一下，就是来水友了，兄弟们，给水友透个光嘛。再推的话就8点嘛。很帅啊，很帅。两个小伙很帅啊，兄弟们！直播间有女粉丝的朋友赶紧来啊！这两个小伙很帅啊！你们是学生吗？学生，对。哦，大学生是吧？对。大几？我大二。大二，可以。哎，今天不上课吗？今天我们放假，留学生上网课。哦，可以。这个能照张相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吧。你爱玩吗？噔噔噔噔噔！你们是长沙人吗？我是新疆人，我特意来长沙借听歌。半山，半山吧。从新疆过来还挺高的，对，半山很高。3、2、1，你俩都从新疆人。我从北京。你这也太高了吧！我们高，他比我还高。那个来张合唱自拍。他们说8点可以。可以是吧？那是8点吗？可以八吗？8点，我们去趟橘子洲，还过来应该来得及。去趟哪里？橘子洲头是吧？对。可以可以。啊，我给你拍，我给你拍。橘子洲头是吧？可以。你不蹲下来的呀？你蹲下来一点，勋哥1米8了。好，OK，能帮我？我们三个人来张自拍。小玉，手机拿下，那个。合一下，合一下。三个是吧？那我发8点的平常信息了。拿个手机拍，谁手机？他的手机。哒哒滴哒，我下周三过去玩。要不要选个好点背景？OK，没问题，OK，没问题。都可以，你去那个也可以，那个背景紫光灯打的可以。这两位水友很高啊，在哪里？军哥有1米8了。那我1米8，你都1米9了，我靠！那选个直播间，是要拍高一点的，还是拍正常的？正常的。这儿往低一点。三、二、一。
可以吗？你自己也觉得应该快点。你自己能不能？上不了，所以嘛。上不了美颜相机。啊，我没有美颜相机，后期美颜。后期可以给你加个美颜相机，对，后期美颜嘛。后期放心，没有美颜。保密是保密，你们后期 P 吧。嗯。那我们先就是，如果八点可以的话，我们就过来。八点可以，没问题。OK。嗯。还垫脚？我他妈垫脚你也管得了？垫脚咋的？有没有垫其他地方？你想了很大，有三个结局，有一个结局是微恐，还有个结局是重恐。垫脚咋了呀？还有一个结局就是，水有很高，我垫脚不过分吗？也是微恐一个重恐。啊，我们两个没有玩。咱直播间没有女水友吗？三个结局讲道理。太真实了吧？咱直播间没有女水友吗，兄弟们？小姐姐，那太好了。他们说晚上要玩，就是要玩密室。密室啊？那就三男三女的嘛。他那边也是一男一女。嗯。约八点半的嘛。那我就在这下单还是？戏。戏啊。是几个人开的？六个人。六个人。你可以直接加入八点钟的拼场。Okay. 也可以买那个单程券。你们来这边玩的是吧？对，专门来看你。专门来看我？那不可能。专门兜你来的？那不可能。真的，我前几天就来了，然后问客服小姐姐说你周几会过来，她说你周二会在，我就过来了。可以，你们来玩几天？来玩到圣诞节吧。可以，来这边旅游挺好的。小姐姐很漂亮。小姐很漂亮。那晚上我看一下，我能不能等到晚上，一睹芳容。谢谢啊，谢谢尼克老师又送了一飞机啊，谢谢尼克老师啊。尼克老师现在可以来啊，现在可以来啊。嗯，前台小姐姐还在密室里面，讲的还没出来呢。嗯，橘子周头，可以，两八百块钱。可以，感谢幕后扎黄团幕后黑手送的飞机，谢谢老板，抱拳了。下几个人？下几个？有几个人？前面还有两个，不太确定，我还在问。那你就先下两个，王哥到时候去定了。谢谢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嗯。有心脏病可以玩吗？那不建议玩，不建议玩。嗯。我82岁也能去玩你的密室吗？你182岁也可以玩，只要你不怕屎的话，可以。啊。行哥，那我们就八点半我们再过来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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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再见，拜拜拜。嗯。主播，我坐轮椅可以进去玩吗？你坐摇摇椅也可以进去玩，别说我轮椅了。吗？你坐什么椅都行，你坐电竞椅来也是可以的。嗯，特别遥远。嗯，你是停在哪个位置？啊？你是停在哪个位置？就门口啊。他们说担心水友等下跟过来给你把气放。水友，咱直播间的水友都是有素质的，张大力，啊，我们的水友都是一身正气的。就是这里的物业说，如果水友放了气，他们不负责。就是我们的水友都是一身正气的，知道吗？没有对讲机。哎，我的充电器，这个充电器也没有对讲机。哎，这能抽三星的吗？嗯。这能抽那个干嘛 ？Top C 的吗？华为的吗？应该是。能抽吗？咱们直播间的水友只是跟我一样，
我们就只是嘴巴可能嗨一点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还是很那个的，好吧。嗯，我是播啥的，赵黄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一名游戏主播，专门打英雄联盟的，上黑打王者局，下黑打黑铁局，懂吗？叱咤于这个所有分段之间，懂吗？可以娱乐也可以技术，晚上是点小姐姐，有陪玩小姐姐，偶尔还跟女主播来个深入交流，懂吗？好，我的自我介绍已经完毕了，不知道你还有什么疑惑的。嗯，我的自我介绍已经完毕，感谢扎黄送的一发性感大火箭啊，感谢扎黄，谢谢老板。嗯，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。只是今天的话，我们给直播间水友早上没有播，给大家来一点不一样的口味，偶尔播播户外，对吧，调调味。嗯，有人说被 Faker 打爆了，你上你也能被打爆，讲道理，被打爆不得有脸，兄弟们，很正常，并不丢脸，好吗？嗯，主播，我身高1.85米，可以进来玩吗？你身高一米，你身高再高你也可以来玩，没问题。嗯，还是会很。我看那些打游戏的都长得啊，不，没有没有。我长得比较矮，我们只是开美颜了。大黄，我们只是看免了，我们是技术主播啊，技术主播啊。嗯嗯，只是现在主播在站着跟你讲话而已，你会觉得主播长得很帅，实际上长得不帅。嗯，18级粉丝牌，你给这位谁打折？原价我们是238。主播给你打一个95折，198。如果你是18级粉丝牌，我继续再给你打折，我给你打188，可以吧？没毛病吧？嗯。有人说才10块钱，对了，兄弟们，10块钱就对了。为什么不说是给大家减个50、40呢？因为咱们的这个底价已经是这么多了，懂吗？底价已经是这么多了，我们压缩的空间太小了，只能给你们便宜10块钱。前提还是你有18级粉丝牌，懂吗？给你开开后门，能听懂吗？已经压缩不了了，懂吗？已经压缩不了了。嗯，不愧是好东西，只能便宜10块，可以。不愧是好密室，只能便宜10块。嗯，我再等个我再等个1个小时，如果还没有水友来，我就撤了啊。我也撤了。还是会主播有人邀请你连麦，谁跟我连麦啊？这个水友是谁啊？嗯，PK 也太秀了吧。嗯，兄弟们，没毛病吧？绝对没毛病啊。嗯，主播，哎，我化妆就得1个小时，那下次吧，下次来一样的，下次来一样啊。
包赢，包赢也不批，今天说不批就不批啊，今天不批，今天不批给他啊，今天目的就跟他唠唠嗑啊，唠唠嗑，唠唠嗑，聊聊人生啊。为什么我播户外的礼物会比我打游戏的要多？为什么，兄弟们？我今天就跟他聊聊天，比我平时打撸啊撸，我撸啊撸打得这么好，对吧？咱一手塞恩送的，就对面就头皮发麻，礼物都不多，太难了。为什么，兄弟们？为什么跟他聊天比打礼物，打游戏还多？因为有新鲜感，可以。喜酒哥，原来你是个喜新厌旧的喜酒哥。因为有新鲜感，嗯，那不行的呀。打游戏还是好看的呀，打游戏呀，游戏还是好看的呀。嗯，大家可能说觉得打游戏没有意思的朋友呢，是你没有带入进去，你要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游戏里面，会你会发现。你跟主播一样，懂吗？嗯，你没有带入进去，懂吗？嗯，谢谢魔教大米娜送的飞机，感谢这位水友啊。这水友我记得上次给我充了个飞机送给女主播，感谢大米娜，谢谢老板。可以，爱心小爱心送给你。我们去玩一下其他密室吧，去不去？现在吗？啊，现在那要找一个给兄弟们整整活啥的。那找一个。啊？我就寄了一个这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、这么大、啊，你开一下。这什么东西、啊？啥玩意儿、啊？这么大一箱。嗯。对，看名字啊，写的名字啊。嗯。哦，熊，是蓝色的，这样看吗？这是谁的？他写的师傅。师傅。那应该是猪猪或者谁吧？送给我的礼物。嗯，呆呆熊。开一下。开一下。猪猪直接送我。那是不是叔叔他们送的？哎，地址是哪里寄来的？看一下寄了啥，给大家看看。小心炸弹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嗯、这是谁送的？谁送的？谁指？叔叔，我就找叔叔送的。叔叔，一猜猜到了。爱徒叔叔，祝福虽迟到，但从不缺席。祝师傅生意兴隆，开业大吉。可以。一只酥。送早了，还没开业呢。一只酥，一只，然后酥是这个酥，可以。我靠，可以。可以，店里的手办有了。这是什么？手办吗？白熊吗？就是个装饰品，手办。格局拉满，格局拉满，一只酥可以，格局拉满。怎么好大股油漆味？新做的吗？箱子没了吧？它为什么是两个盘子？哦，端着的，哦，端着的，一手端一个。格局拉满，格局拉满。他的摆件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两个盘子是端起来了是吧？端着的。这边干啥？这边不好吗？放那个果盘呢？哎，放那个糖果。对，放点糖果了。谁给粉丝们吃？嗯。我感动了，
真的吗？我感动了。怎么？这个一百放钱呢？放钱呢？放钱不行，给来的客人放点糖呀，放点纸巾啥的，挺好。嗯。喜欢的水友可以放点钱上去，这个我们不介意。放小费的，那你要真的放小费，我也不建议啊，啊，我也不介意啊，啊，嗯，去女仆店，你咋这么骚？你咋这么骚呢？啊，羊肉都没你骚，我靠，女仆店都说得出来，啊。我都不知道长沙有那个女仆店，在那里，女仆咖啡馆，呵，操，女仆咖啡馆，有点意思。多少钱消费？多少钱？今天我们也没给他整活呀，今天就随缘聊天嘛。嗯，上海有上次去玩过，贼贵，比陪玩都贵，兄弟们，你们说那个女仆店应该比陪玩都贵，陪你玩个一个小时，或者玩一个游戏多少钱？嗯，嗯嗯。喜欢二次元的喜欢去，有一说一，找个小姐姐聊聊天，感谢 TTTY 送的办卡，谢谢老板。前台小姐姐陪那个水友去密室里面体验嘛，一起玩，对吗？就是陪玩小姐姐去陪那个水友去体验密室了，白嫖的啊，白嫖。嗯，哦。高速路啊，我没有了。要不要先去吃饭？不用，不饿，现在不饿。这几天密室挣了多少钱？给工人发工资都不够，还挣钱呢。嗯。挣个屁呀、啊！挣钱，不挣钱喽。西吧呀。有几个员工？密室的话有，不知道，忘了。嗯。兄弟们，像你们做生意一般的话，如果在线下付款的话，你们这个钱是放在哪里的？啊，工卡吗？
放抽屉里，我操，放抽屉里，现在都是支付宝扫款，扫码了还抽屉里，嗯。财务的话需要每天来，兄弟们，财务的话需要每天来密室算账吗？财务啊，啊。嗯，不用，不需要。那如果有人报假账怎么办呢？线上还好，万一线下付款呢？月底来一次，嗯，哦，嗯，一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，嗯。找个兼职的哦，兼职的，万一那个兼职的人瞎搞怎么办呢？对吧？这个就很难搞。收银这里装个摄像头哦，洗吧。嗯。我可以去兼职吗？可以啊。嗯，老妈，老妈不懂呀，老妈。我不懂啊，不懂。嗯嗯。坐着的，我妈坐着的。坐上班，去上班。你觉得？你回去聊一下。他这个线下付款是怎么付来的？线下付款就是扫我们的微信，各个公众号，公众号的微信。客服在哪里？客服的微信。客服在哪里？什么客服？客服是谁？客，就前台啊。哦，前台就是客服。嗯、哦，扫前台的微信。对。啊、嗯。都是不懂来的，做一段时间都懂了，可以。嗯，他们什么时候出来？还有多久？你说上一场的？嗯。还上一场来都有出来，上一场来都有出来。上一场应该还有一个小时左右，还有一个小时。对，这个密室一般是两个小时。两，他们四点半进，四点五十进去的。感谢王雨萌的夜雨送的飞机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夜雨送的飞机啊。主播能助我考上研究生吗？我助你，你就能考上了。这个时间我助你，你就能考上。嗯，助你考上研究生，这位水友，好吧。
现在看直播你。马上六点了，还有十分钟，兄弟们。哈哈哈，不是去别的密室吗？我去别的密室，光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，懂吗？来，你来个密室群里，要不要聊一下？谁？哪个密室群？就我们店的密室群，400多。聊啥？聊啥？随便聊，你就问他们有没有来店里，随便问。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把那瘤子给放了。他这全是长沙人，全长沙人，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把那瘤子给放了。在讨论放的瘤子是谁啊？这谁啊？这是谁啊？店长说他们来玩，他来放瘤子。那报警啊！放。真报警啊！哎呦，这个点回去的话应该是高峰期，很堵。对，下班期6点钟。那什么时候回去好呢？上次这个时间回去，上次10点。那他妈太晚了呀。上次10点。今天冬至应该陪一下家人啊。冬至是什么？冬至都不知道。冬至是啥？冬至吃饺子。你没过过冬至？冬至吃饺子。我的店不需要财务，有个会计记账就可以了。是的。记每一笔账明细应该都懂了，对吧？然后看一下这个月亏损多少，是不是，或者盈利多少。这已经20号了，我们目前只开了2天，加今天3天，深夜3天。3天开了几场？3天开了几场？第一天开了3场，然后第二天开了1场，然后今天开了2场。6场。你不是中途没开一场吗？没开啊，我们后面全是锁场的，没开。那个一场是啥？那场是啥？那场好像是第二天的。是，我记得有一天不是有一场吗？对，群里面不是说了有一点钟有一场。不是一点钟，那场怎么开来的？那场是8点半到10点半，15号就是。那场全是我的朋友。我武汉的朋友过来的。然后呢？给他们开场测试。测试那收钱了吗？说。
是亏了，房东赚了。说这个没有意义，兄弟们，说这没有意义。嗯。喂。啊，来了。随缘，随缘。我们都还没有开业。嗯。那如果以后如果万一不干这个密室了，那怎么撤呢，兄弟们？对，我还没投资的钱怎么搞呢？但是我还没有开。嗯嗯。就是帮我开，转让，帮我开公司的人在负责这个东西。卖了，可以。懂了，懂了。啊，对，各种。嗯。转让的话是按什么转让的？嗯，位置还可以的，兄弟们，好停车，位置还是可以的。嗯，主要是没做广告牌，主要这是最主要的。做广告牌位置还不差，我这个还没开业咋就想着跑路呢，只是考虑好后路嘛。嗯，这个位置可以的，兄弟们，这位置绝对没有问题，只是没有做广告牌而已。嗯，附近有很多写字楼，写字楼去发发传单，哪有密室去发传单呢，兄弟们？嗯。有吗？密室有发传单吗？密室在哪里？密室的话在长沙。广告还没有打出去，一方面位置还没搞好，那个广告还没打出去，懂吗？而且疫情现在，懂吗？任何行业都是有影响的。我们三天，今天还不算第，还没过第三天，我们现在已经开了六场，已经可以了，懂吗？可以了，一场起步是六个人，大家可以算一下。起步六个人到八个人，嗯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点的话，没有双休，没不是双休六，是双休一日开，已经可以了。嗯，写字楼上班的人才是消费主力，懂吗？那现在下班了，可以过来了。学生不是主力。一人一场要多少钱？一人一场的话，198啊，198。嗯。找些公司合作团建，团建，伟哥，伟哥带公司来团建，你要是的，公司团建是一个大头，斗鱼的也会来团建，
先把灯牌做好，先闻其声，后见其人，可以。可以。咱们这个密室的玩，只要来玩的人，好评都是百分百的，对吧？内容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懂吗？内容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斗鱼来团建，我们收不收超网的钱？那肯定要收啊，必收。那肯定要收啊，超级加倍，都超款钱肯定要收的。嗯，有几个主题，目前的话就一个，目前就一个主题。我们现在目前的好评率是100%，听到吗？嗯，公司团建不吃饭吗？团建真的可以来密室体验一下，真的可以。7×198，1386乘三天的。机场你钱都给我算的明明白白了，这位水友每一场要么是6个，要么是8个，要么是7个，要么可能就更多，这个大概我应该懂了。嗯，我现在看一下美团现在有几个人下单。美团搜索一下我们的魔教沉浸式剧场。你搜密室应该能搜到，就搜密室两个字，魔教沉浸式剧场，11个人订过，为什么是11个？那线下付的钱多呗，是吧？对。线下付的钱更多，那我们要把握一下线下的这个账了。不是线下付的更多，而是到了这个账要对我透，这个账要跟我这个透明一下，不然的话我这个不懂，好吧？36，6636。我一个，我这个一个大股东，我这个他妈的，这我账都玩不明白，那玩个屁！我这个密室还不用开了。嗯。一共是多少个人？是吧？嗯。每个人是198嘛？对。然后你要扣掉美团的7个点的费用，还有这个提现的费用还好，提现费用10块钱，美团7个点的费用你要扣掉。每月营业报表做完就完。对，到时候叫那个，到时候叫前台每天。关键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前台每天要把报表做好，好吗？不然每天呢，我又不怎么来，那我肯定只能看报表，对吧？今天提现的金额。这个我肯定要看的，这个我不看，我他妈的做，我做生意，我他妈，我心里一点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提现的金额，今天提现的，对，就刚刚提现。谁的手机？什么前台的手机？啊，到我们的公账。记录呀，账单了。今天提现了3439。然后刚刚又收到300，这396是什么？396。那这个是什么？240是吗？线下的。这240是那个来的玩家，我们返给他们每人40块钱。啊。返的，就是我们只收198。3000。4624，224，每人返40。我们是238嘛，然后198，只要198票钱，六个人就是240，4624，每人返40。哦，返了40块钱。对，每人返了40嘛。嗯。一天。哎，咱们要做每天要做到多少，每天才不会亏本？3场了，算了。3场就不会亏本。嗯，3场就不会亏，每天平均3场。每天平均要开3场就不会亏本。就还能赚。不是不会亏，我们居然还能赚到钱。
我们三天开了六场，那还亏了。每天两场。啊，那还亏了。每天两场，一天六，二六十二，一千二，剩一千一，一千一个月，一千一。哇塞！纯靠密室的话肯定可以的，纯靠密室，还有剧本杀，我们剧本杀房租也算。剧本杀不知道什么时候营业。剧本杀占了密室的一半房租成本。有人说主题太少了，确实主题确实少。但是你要想到做了这第一个主题，我们就已经顶不住了，懂吗？而且来了几场，大部分都是水友，咱们不能靠水友，不能，咱们得靠那个打广告，线下打广告。年底公司团建可以多宣传一下。哎呀，咱得弄一个会打广告的人才行，懂吗？咱们这个做生意啊，这想咱们做生意就属于是想到就干，主要是还没开业，啥也没想好。你没开业，你现在找人打广告的话是亏的，你给人第一印象不好。前台小姐可以进去吧，火火。可以进啊。要找前台吗？哪个要找前台？刚刚那两个男生。他不是有女朋友吗？刚才你怎么知道他两个是他女朋友呢？他说只有他们两个男生来了，然后他说那个小姐姐，我说想让他陪你进去，他说可以。他说他问能不能可以。哦。和他。可以。发型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你拍个图片给发型师看一下，他就懂了。招牌高，咱们得先把广告牌以及什么呢？高德地图是什么都搞好，是吗？现在可以弄高德了吧？门牌做好就可以了。不是商标已经弄好了吗？就是，对啊，他就坐在上面，安在上面。说白了还是那边还没给钱，那一头的钱还没出。谁的钱？就是大什么那边他们的钱。可以。可以了，回去了，差不多了，回去冬至了，走了啊，拜拜。天都黑了哟，兄弟们，天都黑了。今天没有整活，明天给大家整活啊！明天给大家整活。操！哎呦，后面还有这么大，前面的话还有这么大。妈的，脖子不太好出去啊！哎呦，咋办呢？出去好像要现金啊，没现金呢，怎么搞？
下了，兄弟们，下了，下了，下播了。大家最后打一波888啊！我这边下了啊，下播了，下播了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明天早上9点不见不散。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9点不见不散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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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冬至快乐啊！冬至快乐，冬至快乐，兄弟们，冬至快乐啊！冬至快乐。